不负见命的鸳鸯我，一群群生动的活菩萨，一匹匹狗牛，一点点阔的，一张张脸谱美佳佳。啊啊啊！好，奥秘你好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奥丽，今年六岁了，我是一个混血儿，我妈是北京的，我爸是新西兰的。哦，那你是在北京长大还是在新西兰长大？我在北京长大的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刚才你知道你表演的这个叫什么吗？变脸，川剧变脸。川剧变脸听说很难学的呀。嗯，非常难。哦，你学了多久啊？有一阵子了吧。这个戏服非常重，而且啊，在我们中国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川剧变脸是很神秘的，一般不学的人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。对，既然你今天来做节目，你就给我们讲讲你这脸都是怎么唰唰唰变的。秘密不能说。我知道不能说，这样，你只要告诉我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，你都可以拿走。我不要。你确定不说？是秘密。奥丽，要不然这样可不可以？就是如果你告诉我们的话，小爱你可以先带走。啊，小爱很可爱哦。不说。我也会变脸呀。啊，你也会呀？小爱，你也会变脸吗？说到这个，我可拿手了。那你变一个行不行啊？变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变哟，眼睛变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所以你看李奥丽，你那有什么神奇的？我们随便一个评委都会。可是他知道变脸的秘诀在哪吗？那你说说看。我只告诉你一个。就这么回事。说说就套出来。不可以告诉他。不可以。不难为孩子了啊。